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黄衣之主 Tak 酱。好啦，这次来玩黄衣之主，很久没有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久没有玩了。好，因为最近更新呢，角色太多了啦，所以要玩回之前的角色呢，其实而且黄衣之主本身呢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恢复我的记忆，因为黄衣之主操作起来呢，需要一点时间适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，跟我搭档的呢是蜘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先稍微搜索一下，看看敌方在哪里。那敌方的阵容呢，前锋有一个很讨厌的前锋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带闪现啦，但是我是觉得前锋一个而已，没必要为了他带兴奋。对，前锋在这里拿到了。然后呢，医生呢有一个哦，蜘蛛在这里。然后调香师有一个，祭司有一个，先知两个。对，医生两个啦，然后一个舞女。好，那前锋跑得掉吗？前锋可以跑得掉吗？我的移动速度非常的慢，所以前锋非常可能可以跑得掉。所以呢，用围堵的方式是不是好一点？蜘蛛在这里，蜘蛛也来了。好，倒地，帅气，瞬间打两下。好，把他抓起来，放椅子上喽。调皮的前锋该不会一开始就要飞了吧？还好没有带兴奋，带兴奋的话就有点困。好，这次带的呢一样是底牌，对，就是可以中途换我们的特质的，就是可以先用闪现嘛，然后后来用可以换成传送或是其他的。对，如果有人拆椅子的话，可以用时长。好，那边有两个人在挑衅，超讨厌的。好，先买黑色污泥洗胶水之后呢，来去会会他们。好，来啊，不是要挑衅吗？不是很爱挑衅吗？有种就把车开走啊，是不是？他现在也，打一下啊。干嘛？先把你打下车，想坐车走啊？想都别想嘞！好，他已经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可以马上把他给……这边有人哦，这边有人要救哦！再打一下，好，搏命挣扎了。还有舞女，舞女，舞女，不要放过舞女，千万不要让他跑了。我先追前锋，对，因为前锋太重要了。前锋在这里，可恶，坐门，而且挡住门，没办法打到门。可恶啊，没办法打超长通道，太讨厌了，完蛋了。跑掉了，好，先打掉。忘记看门在哪里，极大的失误，忘记看门在哪里，完蛋了，前锋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可能要被治疗回来了。天哪、小失误，大遗憾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看到了先知在边刚打了一下，然后呢干扰了一下破译，对，但是希望不大了，我觉得等一下再回来破译。那我们的这个先知呢，这上面鬼鬼祟祟的想干嘛？先放这个打，有打到吗？好像打到对不对 ？Yes， 好，用鸟鸟了是不是？用鸟鸟会怕了，打倒了，被我的触手打倒了，可怜哦。前锋来了，前锋满血复活的回来复仇了吗？好，前锋来啊，我知道你找的好苦哦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，那我什么办法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吧，来看我的触手。我现在速度有点慢，真的，我现在移动速度很慢。现在六前锋有点吃力，只能用触手去骗他。来打，没打到，可恶！好，持续追击，从屁股慢慢追，追你到天涯海角。我就相信你球那么多，你球应该用的差不多了吧？感觉像还有再打，好打两下了，最后一下了，致命关键的一击，就由我来发出来吧。蜘蛛不知道在哪里，算了，不靠蜘蛛了。我又跑掉啊！先知这边破译，还有调香师，传过去了。这次呢改版之后呢，可以直接追击前锋了 ，yes， 所以跑不远，嘿嘿，晕的时间也不久，所以还是可以继续追咯，毫无悬念的继续追。好，先把板踩掉，我来追击你，前锋，前锋，我追你追的好苦啊，我的移动速度好慢，这边怎么多人啊？好，来，他没打到，没打到，用闪现一下，然后再给你。给你护士想挡刀，护士想挡刀，护士挡得到刀吗？护士挡得到刀，好，继续，我的触手，神奇的触手，打到喽，护士想干嘛啦？是不是想摸前锋？前锋，终于可以继续上椅子了，难过，玩了那么久才放一个人而已，对我啦，对我而言呢，好，现在前锋倒数了，应该有人会去救，所以先守一下，用我的触须，来啊！来啊，不是想来吗？护士，等你呢，护士，护士不敢来了。
好，应该大家都不敢来了。那我等他飞，我就可以买我的，让我的移动速度变快的。对，可以给我的八只脚呢加上润滑油。哎，不是加上润滑油，是加上什么？加上加速的感觉。对，能让我的八只触角呢更为灵活一点，是不是？回复剂和加速剂，对，就是两个。回复剂呢，可以让我的技能使用的频率更高一点。对黄衣之主他讲来说呢，是非常必要的。好，我现在看一下哦，有耳鸣。在哪里啊？先判断一下，嘿，这里，这个方向，哦，躲着人，躲着谁？躲着谁？有足迹喽，是我们的护士，嘿，护士，我来找你喽。好，先给他用一下技能。哎，人类在这里，哦，还缩小，还缩小，但我怎么变成缩小用吗？当然没用啊。好，继续追击，继续追，想要跟我拉开距离，然后缩小，我还是看到你了呢，我还是看到你了呢。好。用这个触手，哎，触手可以打吗？可以，再打一下，好，打两下，缩小触手打不到吗？应该打得到才对啊，还是他闪得过了？有可能是他闪过了。好，最后一下了，最后一下总是非常的艰难呐、啊。来，哎，这样没打到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那个角度是垂直的，是直的，哎，犯规。好，溜滑梯，呜呼，非常滑溜，这个溜滑梯会变得更滑溜，因为沾上我的粘液。哼哼，好，来。来来来，坐一下，可以的。中，哇，总算达到了，好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我觉得玩黄衣之主就这么累，对，很辛苦。然后不知不觉，然后时间溜了很久，然后之后都被破译完。你看现在剩一条了，我现在回过神来，发现破译只剩一条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夸张，真的。好，那现在由于呢，逃生者呢，破译时间、破译速度又变快了，所以相当于是非常吃力啊。好，先守一下医生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30秒，我先。买东西也买不了，还差一点点，要等医生飞才能买东西。好，等一下换一下特质，换传送好了。对，是该换特质的时候了，在中半段的时候就是要传送。对，找人抓人都好用，但是这样等一下破译机可能要被破译掉，所以呢传上去大门口也是很必要的。对，好，那现在呢医生剩下6秒了，医生6秒，一直有耳鸣，一直有耳鸣，所以有可能会来救，是先知看到先知的踪影了。来啊，现在想来是不是？先吓吓你，我刚挥了一下你就吓到了是不是？好，给他用一下技能。嘿，打他，有打到吗？有打到吗？洗脚水丢，然后再搓，然后再哇，三个人欸，协同作战是不是？我最讨厌协同作战。欸，被乌尼卡到。欸，先知，嘿，又用鸟，又用鸟，谁开我枪？后面有人开我枪，算了，不理他了，我要先继续追护士。还没跟丢，还没跟丢，还是追得到，就在这里，足迹就在这里。好，跟进去。哎，哪里？又说玩缩小的把戏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你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再用技能，然后再用触须给你来那么细啊！再打一下，好，倒地，呵呵。啊，电打开了，电打开了，完了，不能再玩了。时间不多，而且现在只有两个飞，那医生可能是第三个要飞的，对。现在可以加速倒数了，好，飞飞飞，赶快飞 ！OK， 我现在要来找人喽。好，我现在到底是要买东西，还是先去大门呢、啊？还是得先守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怕有人会来救。不过附近没有耳鸣，所以没有人会救医生了。好，先传送过去。喂，有毒鸡舞女，看到舞女，舞女想要干嘛？舞女想要开大门。好，来打一下啊！没有怕到，没有怕到，再来啪一下，没打到。可恶，我的触须反应总是慢半拍，应该是慢好几拍。哎、欸，打到了，打到一下，哦耶，打两下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再差一下而已，再差一下，快点，最后一下，我说了，最后一下总是非常困难的。哦，放音乐盒，哎，天哪，这种策略真的是很八股的策略，就是每次都来这一招，有没有新鲜一点的啊？比如说在我前方跳个舞之类的。好，没有打到了。结束了，舞女生涯结束了。我现在在放舞女哦，蜘蛛也抓到医生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如果两个都废话就赢喽。哎、欸，又是一个小反败为胜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好，先放着。然后舞女有没有倒数？如果舞女倒数的话呢，我再去大门。好，还要守一下。有耳鸣，有耳鸣，是有耳鸣的。谁？谁要来救？有谁要来救？有谁要来救舞女？舞女很可怜哦，舞女很可怜哦。不敢了。应该不敢过来了。好，巫女要飞了。OK， 再传送一次。喂、哦，喂、欸，有人吗？这次没人。
这次没人开大门欸，怎么回事？好，还是都跑去另外一边了？另外一边吗？来侦测一下，喂，这边这个位置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主机了，先知是我们的先知，先知啊！哎，祭司刚是买了撬棍，是祭司吗？好像是祭司，对不对？是祭司买的，买的，买，尴尬，尴尬打不到。好，现在用技能，我祭司被打到一下，我现在先追祭司就对了，因为祭司毕竟好像买撬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祭司要先倒，祭司必须倒。祭司必须先死啊！好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Zorio 没用，追过去。哦，蜘蛛在那里耶！蜘蛛追他，蜘蛛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，人救他，犯人。好，啊，抓到了，太好了！我现在该不会要回访了吧？我先回访一下好了。对，剩两秒，一秒，再传送一次，再传送一次。喂，你刚耳鸣呢？哦，跑掉啦，调相师，还给我躺下来，还给我躺下，很舒适嘛你。好。现在祭司上椅子了，那现在只剩最后谁？先知是不是？先知，先知，你来守追击这边吗？这个方向吗？看到耳鸣了，看到耳鸣了，这边有足迹。最后一集，不过现在是满血状态，我这边有两个触须，加上我的攻击，有可能吗？这么梦幻的一集，梦幻的一集，啊、真的，一直打三下 ，Oh my god， 太梦幻了。天呐，先知太可怜了，竟然被当一击，他应该觉得应该很轻松，说：“哎、欸，要出门了耶，满血满血，打不到打不到，不不不之类的。”然后还是被打到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玩黄衣之主影片了。如果喜欢片玩的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做频道玩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按下旁边的小铃铛。AG 呢，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欧亮，下集见喽。酱，这个请你吃。这个是什么？他如果发现这是章鱼烧，一定会暴怒。嗯，就是一般的炸丸子。是，谢谢。完蛋了，他发现了吗？老太。